各位早晨，欢迎收睇呢一节天气报告。我系李凤莹。受到广阔嘅低压槽影响，预计咧广东沿岸地区咧今日会系有骤雨噶。嗱，一齐睇一睇卫星云图啦。卫星云图咧就显示啊，珠江口西面咧已经开始有啲对流活动嘅发展。嗱，不过珠江口嘅东面咧云量咧依然唔多噶。嗱，一齐睇一睇今日啦，维港望出咧，我哋仍然咧可以睇到今日朝头早日出嘅情况。嗱，至于温度方面啦，今日七点零钟嘅时候，各区嘅温度咧普遍咧就系介乎喺27度至到系29度之间。至於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，預計今天就是部分時間有陽光，下午間中會是有驟雨，和局部地區會是有雷暴的。另外，今天的天氣炎熱，最高的氣温會是上到32度。風勢方面是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北風。我們展望方面，下個星期初的時候，廣東沿岸地區轉為受到一股內陸氣流影響。這股大陸氣流就是會為我們帶來一些較為乾燥和稍微涼快的天氣。所以展望方面，預計咧聽日稍後的時候雨勢咧係減弱㗎，去到星期一的日間天氣會是乾燥。呢一節的天氣就講到呢一度啦，再見。